撞人了，快来，我酒驾，快来，老公，我没发位置，老公，快来，快来，快来，赶紧的，快来。我们也喝酒了，这不管找谁，赶紧来一个没喝酒的就行。那人什么样啊？我不知道，我撞飞出去了，真不知道，他其实在弄车。有的女人娶回家旺夫，有的女人娶回家克夫，可视频中的这种女人娶回家直接毁夫三代，无数网友在看到女人的行为后都表示非常恶心，认为这种女人就该判处死刑。事情发生在深陕特别合作区额布镇创源路与创新大道交汇路口，主人公马荣在喝完酒之后开车闯红灯撞倒两人。事故发生之后，马某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担心被撞者的安危，而是立马开车逃离。在开到离案发地点很远之后，他先是拨通了老公的电话，马荣向自己的老公快速讲述了案发过程。我撞人了，我酒驾，我给你发位置了。马荣的语言简洁精炼，用词精确，严谨，内容充实生动。他用着最少的文字传递着最大的信息，想让老公来帮自己顶包这起事故。可老公直言自己也喝了酒，随后他立马问马荣被撞的人现在什么样。可马荣当时根本没去查看受害人情况，他立马向老公表示自己不清楚被撞人的状况，当时直接把人撞飞出去了，还继续推脱责任说那人当时骑了个电动车，而后继续让老公帮自己找人顶包。老公听到这里心直接凉了半截，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只想赶紧和马荣把离婚协议签了。马荣眼看自己的老公也靠不住，当场就挂断了老公的电话，又马上给自己的男闺蜜打了过去。在哪儿呢？你喝酒了吗？喝了。那得了，挂了吧，我刚才喝酒了，撞了个人。你跑了吗？我走了。别走，事儿大。我酒驾，我回家。此时马荣已经逐渐冷静了下来，他先是询问男闺蜜有没有喝酒，听到男闺蜜说喝了，他也不再多墨迹，就要挂断电话，想找下一个男闺蜜帮自己。男闺蜜在听到马荣的情况后，立马询问马荣有没有跑，并劝告马荣别跑，跑了事情会闹得更大，话里话外都是在劝马荣不要肇事逃逸。可马荣是什么人，他立马强势的回应说自己喝了酒，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马荣没有丝毫的回应。之后马荣又拨打了几通其他男闺蜜的电话，在听到马荣说自己酒驾肇事逃逸之后，他们有的立马表示自己也喝了酒不能过去，还有的说家里有老婆孩子，明天还要去理发店上班，如果去帮马荣顶包的话，自己后半辈子就完了。马荣听到这里也想明白了，自己的老公都没帮自己，那更不会有人帮他顶包了。他不再拨打列表里其余男闺蜜的电话，而是选择听从第一位男闺蜜的话，开车回到案发现场观察被害者的伤情。这一路上马荣都在和车上的集美们讨论如何救治被害者。咱们带他上医院，你慢点，去医院，慢点，你去一下，跟他说。可能是他良心发现，也可能是他想到现如今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自己如果做点好事挽回一下，被摄像头录下来，没准还能减轻自己的刑罚。当马荣回到案发现场后，他直接傻眼了，只见刚才还冷冷清清的路上，现在已经围满了人。慢点，撞人了，快来，我酒驾，快来，老公，我没发位置，老公，快来，赶紧的，快来。女人酒驾开车闯红灯，直接撞飞两人，想到自己喝酒撞人后果的严重性，她立马开车逃离案发现场，想让自己没喝酒的老公和男闺蜜来帮自己顶包。可无论是老公还是男闺蜜，在听到女人肇事逃逸后都表示自己喝了酒，眼看没让愿意帮自己顶包，马荣瞬间就恼怒了起来。他想起之前和这些男闺蜜一起做头发研究坤字上下结构的场景，他越想越觉得不值。在冷静下来之后，他还是决定返回案发现场，因为现在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再加上现代社会警方先进的技术手段，即使马荣能逃得了初一，也逃不过十五。马荣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在回去的路上立马就和车里的集美们讨论起了如何救助被撞者。他想着录下这些自己想帮助被害者的视频，到时候一定能帮自己减刑。可当马荣再次来到案发现场后，他直接人麻了，只见刚才还冷冷清清的街道，现在已经围满了人群，其中还包括警察和医护人员。马荣在下车后立马和警方坦白自己酒驾的行为，还解释说自己在撞了人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而是在开车开了一段距离之后才反应过来。在想到自己撞人的时候，他立马就赶回了这里，并想着如何救治被害者，还说自己车上的行驶记录仪可以作证。警方在听完马荣的解释后，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句好知道了，随后立马带着马荣去做了抽血检验，最终的检验结果显示马荣每百毫升的血液中竟然含有 109.4 毫克的酒精，这已经属于严重的酒驾行为。
马蓉喝了这么多酒还能站着解释案发情况，不得不说这女人还挺能喝。随后警方立马把医护人员叫了过来询问被害者情况，医护人员表示被撞的两人，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重伤。马蓉听着重伤和死亡这两个词直接傻眼了。警方在听到情况后也不再多想，立马把马蓉拷了起来。随后马蓉把真实的情况讲了出来，原来这天是马蓉集美的生日，几个女神在吃完饭之后就去了 KTV 里面唱歌，兴奋之余他们就喝了点酒。回去的时候因为已经很晚了，几个女神只有马蓉一个人开了车，但是他们几个人都喝了酒，马蓉觉得自己还很清醒，就直接酒后开车准备带他们回家，没想到却在过马路时眼花看错红绿灯撞倒了人。马蓉在讲完这些后立马又说出行车记录仪的事，他表示自己没有肇事逃逸，行车记录仪上记下了自己想回去救人的全部过程。警方在听到这些后立马调出马蓉的行车记录仪，咱们带他上医院，你慢点，去医院，再慢点，慢点你去一下，跟他说，去一下，跟他说。没想到上面除了记录马蓉自导自演的救人戏码，还有一个大惊喜。我酒驾了，我能走吗？我酒驾了，我不让你开。俩人，我酒驾了，不行，我得走。完了，咱们闯祸了，我撞人了，快来，我酒驾，快来，老公，我给你放位置，老公，快来，快来，快来，赶紧着，快来。女人酒后撞飞骑电车的两人，一死一重伤，开电车的人身体多处骨折和擦伤构成了重伤，坐在电车后座的是他的外甥女小丽，只有不到15岁的年龄，当场死亡。起初肇事者马蓉还想让老公帮自己顶包逃避责任，没想到老公也喝了酒，最终马蓉在男闺蜜的劝说下回去接受了警方调查。当警方把行车记录仪调出来之后，发现马蓉在肇事逃逸之后拨打了好几通电话，有给老公打的，有给男闺蜜打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马蓉想让人帮他顶包的意思。可马蓉也清楚，如果警方把这起车祸定性为肇事逃逸，那么他肯定会被处罚得很重，他要求警方一定要往下看。随后警方就看到了马蓉在车上和自己的集美商量如何拯救被撞者的视频。咱们带他上医院，你慢点，去医院，再去医院，慢点，你去一下，跟他说，去一下，跟他说。此时马蓉和警方解释道，自己虽然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离开了，但是在后来他确实又回到了案发现场，还和自己的姐妹们一起商量如何救助被撞者。虽然马蓉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行车记录仪上也记录了他寻找替罪羊未果的事实。最终法院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内容，法院认为马蓉在主观上从属肇事逃逸，最终马蓉被判处4年10个月的有期徒刑，酒驾造成一死一伤，期间还想肇事逃逸并寻找替罪羊。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一判罚力度太轻，不过马蓉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想必他在里面也会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的过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100毫克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是为饮酒状态时的 4.7 倍，即使是在少量饮酒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度也是正常驾驶的两倍，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和家人，一定不要一时起兴想着没问题就酒后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将追悔一生。